他一定是被天外天的大明吓坏了，现在要好好的款待我们了。我不是说过吗，咱们已经过了寒冬，现在可是春天了。哎呀妈呀，另外一个泥泞巨怪啊。这不是妖怪，这是一扇泥门。门。等等我，啊，好奇怪的泥门呢！天哪！哦，是还有一个洞，洞外面还有一个天的意思。哎呀，真是子不学师之过啊，到头来错的还是我。哦，为什么洞外有天，错的是你呢？我的天哪！跟我来吧。这究竟是什么地方啊？天父，这魔女好像不怎么可靠啊。你们俩可不可以近点？怎么，难道前面又有一个沉睡的巨人吗？哎呀！你们再不给我安静，我就让你们留在这儿当个沉睡的巨人。哇，好凶的姑娘啊！好痛啊！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人了，这里竟然有这么多人家，好热闹啊。哇，这就是宝公刚说的别有洞天吗？真的，好多巨型桃子和花朵啊。天哪，原来世外桃源真的存在啊。宝公快看，好奇怪的房子啊。别，好好玩啊。好刺激啊。你是谁？从哪里来？为何闯入桃源村？
快说，不然要把你押送到村长那里。我。这个只会闯祸的家伙。他们有事求见陶村长。跟我来。喂，等等我。哼，你们做得到，我当然也可以做到。嘿，我的老腰啊！痛死我了！总算救回自己一条老命。不行不行！太高了！我还是踏实一点，慢慢下就好了。哇，好神奇的地方啊！这就是桃园广场吗？好雄伟呀！两位，跟我来吧。老公，你看那长桌可以睡40人呢。跟外边那脏兮兮的泥沼相比之下，这里简直是宫殿了。天福，我们是不是在做梦啊？对呀，可是这里的人好奇怪呀，他们穿着像叶子一样的衣服，住着像花朵一样的房子里，但是看起来都不友善呢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们一定是花精变的。别吵，村长来了。真的耶，又来了一个长得像桃子一样的人了。一定是桃子精。你们两位可真是桃园村的稀客呀。为什么是稀客？难道你们都不见人的吗？对呀，每个人都愁眉苦脸的。哎，说来话长，两位跟我来吧。开。叫桃园广场，是桃园村人民聚集议事的地方。桃园村从前是个繁华的都城，叫桃园城，不叫桃园村。自开城以来，桃园城既是个讲究纪律与平等的都城，人民皆有同等的责任和机会。好几百年前，桃园城的面积辽阔，乃一处得天独厚的所在。当时都城中央有清澈的河水流过，田地宽广，泥土肥沃，人民多以耕种为生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自从
从一个叫天外天外天的魔域开始拓展他的势力，并将上游河流改道成，一切从此改变了。魔域？难道我们要去的天外天外天是个魔域吗？天哪！什么是魔域？魔域就是魔鬼住的地方。那有什么好奇怪的？我们要去的地方有哪个不是有怪物的呢？这样说起来好像也有道理。喂，桃子头，那你们是不是妖精呢？笨蛋，不得无礼。我开玩笑的。难道我的样子长得像妖精吗？是有点像啊。你不要打我，我实在是忍不住了。这是笑声啊，我多久没听见笑声了。没笑声？你们一定觉得不可思议吧，但这确实是事实啊。你们再随我来。哇，好大的一棵树啊。这棵树名叫宝花桃树，是我们桃源城世代以来的镇城之宝。原来这棵宝花桃树开满美丽的花朵及珍贵的桃子，而城内亦开满奇花异卉，种满了果树。然而自从墨玉将河流占为己有，这里的河流皆已干涸，桃树也开始枯萎了，桃子也不生长了。哼，可恶的魔王，你们为什么不起来抵抗呢？我们的祖先曾经发动过战争，但是魔玉势力庞大，桃源城不敌，还损失了很多士兵啊。原来如此，就是因为这样大家才愁眉苦脸的吗？桃源城既失去了昔日的光彩，面积也缩小成目前桃源村的规模，农作物欠收，人民苦思无计，加上我们保护现有的一切坚决与世隔绝，久而久之，村人渐渐失去欢笑，也忘了欢笑为何物啊。哼，你们别担心，到了天外天外天，我一定帮你们讨回公道的。哎，我们已经不抱任何期望了，因为芳草经过观察以后认定你们不是坏人，要求我让你们留下来，我这才……哦，你们也累了，就在这里好好休息几天才上路吧。这……你别咿咿呀呀的，我可不是同情你们，我是为了桃源村才这么做的。人家已经走了，别再讹了。哎呀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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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怎么都没啥反应啊？噔噔噔！嘿，看我的！再来，再来，再来！你们这样不行，让我来。现在我给你们讲个笑话。从前有一个人肚子饿了，于是他到店里买馒头吃。他吃完第一个馒头，不饱，第二个馒头，第三个馒头，这样他一直接连吃了五个馒头，他还是觉得不是太饱，直到吃完第六个馒头，他才觉得有点饱了。于是他就想，哎呀，早知道如此，我一开始就吃第六个馒头嘛，不就得了。对呀，他直接吃第六个馒头就得了嘛。哎呀，好，没关系，我再讲一个。从前有个人想向一个财主借一头牛，于是派了仆人给财主送去一封借牛的信。这个财主其实不认字，刚好又有客人在，财主怕客人知道自己不识字，便装模作样的看信。他一边看呐，一边不停的点头，然后抬头对来人说，好吧，过一会儿我自己去好了。他说自己是牛。连天福都听得懂，我也算尽力了。这桃源村恐怕再也没办法找回往日的欢笑跟光彩了。哦，好好听的笛子声。神奇啊，借我玩玩。借我玩玩嘛，就一会儿。小气鬼，看我的。没礼貌的家伙呀，你才没礼貌呢，怎么可以突然翻脸打人？好，那我不跟你客气了。
想不到海象魔这么快就发动攻击。什么？海象魔？浩瀚的天地里，我们呼吸着同样空气。